三位泰国美女当中，其中有一位已经年近40，你觉得会是谁呢？这是泰国一档奇葩的综艺节目，猜对美女年龄就可获得100万奖金。全程高能刺激，反转不断。第一位出场的是拥有天使脸蛋的新西兰泰国混血美女杰西，只看脸你们觉得她多大？本场选手直接给出了20岁的年龄数值，蓝衣嘉宾更是当场吐槽太荒唐，这样天使的脸蛋最多也就18岁。女嘉宾则是从皮肤状态上入手，她觉得杰西皮肤更好，白里透红，那是因为她是女网红有钱会保养。 但是颈部有些许的颈纹，最后给出21岁的年龄数值。你觉得杰西漂亮吗？发送弹幕你猜出的年龄数值。白衣嘉宾更是透露他认识杰西，没记错的话，他就是22岁。蓝衣嘉宾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，18岁加了1岁，给出19岁的年龄数值。 杰西介绍自己，现在是一位专业歌手，自己之前的确是靠着网络走红的，因为拍摄写真也被网友骂过，甚至网络暴力。但是一切都可以过去，接下来欣赏杰西的辣妹子歌舞表演。不得不说，杰西真是人美心善，歌还甜。杰西其实只有20岁，你猜对了吗？一身紧身小皮裤，外加一个小抹胸。 将性感纸直接拉满，大爷更是表示美女最多20岁，要不是20岁自己就当场剃头。美女则是处事不惊，大爷的话就当是鬼话听了。本场选手则是给出了28岁的年龄数值，大爷更是当场吐槽，指责选手这么好看的姑娘，你给出28岁的年龄数值，良心不痛吗？这一句话更是博得美女一笑。不得不说，大爷还是会玩，最终大爷却给出了26岁的年龄数值，我是万万没想到。女嘉宾说。 从他穿这款皮裤来看，就知道他年龄应该不小。他给出了27岁的年龄数值，男嘉宾蒙混过关，直接跟了一个30岁。选手听取了嘉宾的建议，最后给出了27岁的年龄数值。你们觉得美女多大了？没猜卡。哎，没猜。你好。主持人让美女说出自己的年龄。当她说出自己今年38岁时，美女更是现场爆料。 自己再过2年就要40岁了，你看看这些照片，这哪里是一个快40岁的女人拍的照片啊？这最多也就20岁吧。大爷更是表示自己和美女就只差10岁，不得不说美女是真的会保养。这位美女的年龄是不是悬殊很大？你猜对了吗？我们继续看美女。第三位上场的是性感火辣的足球宝贝，是不是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？你觉得这位美女多大呢？我看着面相怎么觉得像30多岁的呢？本场选手直接给出了26岁的年龄数值。 没猜卡，她的年龄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她竟然才19岁，这个打扮是不是有点成熟了？美女并说自己是职业足球宝贝。美女展示的照片，从这些照片来看，美女19岁我是信的。但是今天的打扮真就有点误导人了。我猜这估计是节目组的意思，毕竟百万奖金也不是小数目，懂得都懂。美女更是向观众解答了足球宝贝在球场上的作用。她说足球宝贝就是为球队拉人气，增加比赛的观赏性。 漂亮的女孩们穿着各队球衣，秀出各种姿势，是一种精神气的表达。三个美女当中，你愿意选择哪个做你的女朋友呢？她们的年龄，你又猜对了几个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